酸王思家乳头黑。宪哥帮乔陈怡每天骂人，谁敢娶你？王思家历经露点风波，今20日现身陆吴宗宪宪哥节目，但不设防。宪哥进入影前则透露，以前认识王思家就觉得他是快人快语的人，但因为他这样所以常被抨击，很委屈啦。对陈怡之前酸王思家乳头黑，宪哥也喊话，你知陈怡每天这样骂人，怎么会有人敢娶你？宪哥表示，以前陈怡来上节目都感觉陈怡眼神看起来闪烁，他就是难过心虚吗？为什么大家不喜欢你，你都不红？因为你没才艺。你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会主持吗？烂透了，我们在这行30几年，以前工地会秀场都去唱，你有做过800人以上的场吗？最后也语重心长表示，你骂王思佳，人家跟你又没有仇，现在你骂我就有大版面，但你没发现你脸书业配愈来愈少吗？厂商谁敢要啊？王思佳稍晚露营也还原当天露点现场，那天我裙摆较长，不方便走来走去，又上下楼梯，一开始我也不知道走光，记者打来时我在后台，我在后台也不可能直接把衣服翻开检查，其实就是不小心，我也不可能第一时间就发现。Folks, it's time to kick it old school. 对给酸乳头黑，他也解释，这东西见仁见智啊，除非对方也翻出来，没办法去讲啊，每个人观点又不一样。